海个吃海吃地个，今朝中国好出气的。潘玉林党组苏州头一块砖房，党组一拱，连三十度以上发出来，十度以下发出来，四百伏五级以上发出来，雨量中等发出来。葛末老白姨呢？单也出来着，听说是个安逼户。我来自五八六十九分榜上。哎呦，有个想想前头有人端党组过来，从春天来到热天，热天来到春天，总算开门子。没有党组一路出来哟，三月子，几多年？这家伙是小代金哟，你阿娘等我干，来白娘，你都明天天早上几点钟出来的？中了一点半，马回去吃。哦，回正阳鱼子啦。来来来，走了了，娘回来看，娘回来上。哦，哎呀，苏州再喊这个动作，也吃得越破的，破的越越吃。这个巨是真的巨了，十七块洋钿两碗，高点的上海南京路差不多。也不是旁边搿堆人看孩子，肯定的。党组吃脱，刚吃想走起，开饭店忘记脱你新三江关站的事体。上个礼拜遇到去演出，一个粉丝请遇到吃醉了，几十年之前的苏州闹有画面，网上寻来寻去没白。瘦男拉女，阿会再养一个儿子噶？三十个弟，再忙还要来喂喂，两年分来着。哎哟，喂开了海了。请问到一大日语找来发的一个火梅啊？哎，是个玩，能不能行上真的？真的啦！当我些辰光我班长一特色一样，你得几多点？十块呢呀！哪个上几个叫？搿辰光你十四块呢，好多工资，谁毛带两块呢？你得嘛，五千块呢工资毛十块，一张算下来记得还是不记？我些辰光嘛，三分洋钿夜饭馆，五分洋钿三桌吃吃。火梅你带个三桌，还吃得不得了，那也上当了。一块洋钿记得不记？一百三桌，一百花，两百。三百，十块的一百。哦哟，你那边来个人比你这玩意还吃个？一百三种，两百五枚。你他妈这就是十块的，你呢？刚刚平常说这是烂事啊呢？两年不来，那还有投资低着价，还是我个错觉价？不是那个错觉，隔壁是欠人家不走债，那么我弄来吃下来债。虽然这个么子米蛋还回来卡多哦。那么我现在个米浪去拎走吃的，吃只米蛋还问我还回来呀？我相信你肯定会得回来的。拜拜。